是前中社社长刘志聪先生。再来为您介绍协会理事长欧欢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宏毅总经理。我这可能是一个恐龙时代，我历经这个黑白报纸时代，到了彩色报纸，现在到网络媒体，我有心理只是参与。我做过两个，我工作过两个报纸，一个是《联合报》，一个是《美国中报》。所以刚才提到的陈婉莹是不是？陈婉莹是不是你在《中报》做过？对他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哪一家报纸，但是他以前是调查记者出身。穿着坐我对面，交年会记者我对面，我负责美东版的《美国中报》美东版，他是我的采访主持人，他负责外勤，负责内勤。所以经过那么多时代，一直跟这个媒体保持接触，看到这个病人变得这两种黑白印刷、凸版印刷到彩色印刷，再加网络媒体，变化非常大。他们在台湾的媒体做过，在美国的媒体做过，这个感受非常不一样。最近这个我在干政府宣传台湾，换作我那天登了一篇，我曾经是黑名单的文章，两天时间就5000多人气，在新头条。我非常讶异这个网络传播的这个力量，我真的吓一跳，因为我这么两晚上都有5000多人看。你对新头条很不理解哦。因为以前的文章都是就顶多两千多人而已，可是这个所以这个网络媒体时代到了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很多那个我在现在就说企业内训，很多企业他特别要求说你要增加网络媒体的这个沟通啊这一块，那时候网络媒体沟通跟平常的平面媒体沟通有什么差别？所以都是记者。